有伤到别人，没关系。但是有你们四个，我也是很开心的啦，哈哈。快放开我们！想干嘛？我已经用海螺石手铐把你扣住了，你们有什么能力都没法施展出来的，哈哈。你们也是恶魔果实能力者啊？哦，我吃的是冰雪果实，可以放出冰雪。没有，我吃的是武功果实，可以带虎同军。哦，辛苦你了。我吃的是老虎果实，我可以变成母老虎。啊，看得出来是母老虎啊。你呢？我吃的是毒苹果，就是有毒的苹果而已啦。那你有没有去医院洗胃啊？没有啊，因为我的白马王子救了我，所以我就恢复了。哇。我就要征服。